真唱跑调，假唱翻车，一个2024王者荣耀共创之夜，真的把内娱实力展现得淋漓尽致。No matter how I see the flame, all 陈卓璇和万妮达现场 This World， 不知道是不是前面 rap 太费力还是咋的，一开口竟成了蛇祸现场。而张雨绮直接忘记了自己在假唱，声音还在播放，她却水灵灵的把话筒放下了，导演悬着的心也终于死掉了。有人搬了一空，那才几个位置都留给我们，抓住机会下到10000个，总没队友跟每个游戏搭子自己。张雨绮讲话了，我只负责视觉美，听觉美你们的另外找人。这不，一首赤灵作为先天 cos 圣体的她，一身芈月华服真就起到了一个伴舞的作用。说到伴舞，当沈腾、杨幂跟着实力唱将周深出场，这画面一度被网友拉平，是一个唱将带着两个游泳健将。该说不说，像极了年会最会唱歌的人带着领导表演。而作为晚会修音大师，周深更是用一路生花致敬每一个平凡人的绽放瞬间，好听又感动。指尖的樱花如诗写谁的韶华，疯狂的人夹带着温雅，我希望去吧。而同样是全开麦，有些人却是乱七八糟。没错，说的就是你们七个时代少年团，一个出道五年却车祸现场满天飞的组合，这次又不负众望的现场拉了。不夸张的说，台下粉丝尖叫都比你们七个声大。我们在还没来的未来，正期待一场意料之外的痛快，既然等待的一束未来，我们都曾咱就说这有气无力的，实在不行喝一瓶 Red Bull 吧，再不济和鞠婧祎学学唱跳舞台，虽说对口型没全网唱，但至少保证了真跳啊。不得不说，专业舞台还是交给专业人士，这次刘宇宁、单依纯就强强联合，一开口直接氛围感拉满。最渴望却不认识，最不屑一顾是相思，守着爱怕人笑，害怕人看清，只有那一颗红豆开，经不起有情人去猜。而专业拔尖的黄霄云，一首《人鱼之歌》直接开大，简直就是朵莉亚本朵呀。